用西方的科学思维方法来看问题，所以看不到整体的，跟部分的不同，整体也跟部分相关的不能分离，看不到这一点，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是向上看的，它是往下看的，所以这样现在给人们的感觉就要分得越细越清楚越好，其实越整体越重要。 我们只能从整体方面来看，我们才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。这个其实，也是中国文化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，就整体跟部分，每个部分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整体。